不是，这样这样。现在有点少不是？不少。这是什么？上面那是花青。这是花青。刚才摘的是吧？这是花青。刚才摘的是吧？花青了。你记好，你别乱。这是花青。 这个是花青，不是，刚才这个不用摘的，曙红是吧？太青蓝，这边是花青，上节课都讲过了，我这脑记不住你呢。 那一个不一样，是那一个的。它有两种色。再弄一下。花青也加了，那太青蓝也加了点。这边曙红是吧？这边曙红加什么？加太青蓝。这个加太青蓝了。加太青蓝会那个。你说那个水彩，嗯，在跳鱼，像这个地方是吧？上来把那红跳了是吧？对，像这个跳鱼。 调上这样就行，不要太细了。我调那就能细，所以。那洗了好几天。对，说了很远了。嗯。也是地界挺盼着那个白。对，你像这个笔尖细是吧？细上。三分之一，四分之一是吧？四分之一吧，是吧？啊，对。 毛笔长，你都行了。嗯，行，这样行是吧？笔尖上面，你要掰了是吧？再往上细就行。给它拍了，你看它应该是掰的，不要绞，是吧？笔也比拽是吧？嗯，这是啥？嗯，这是。你这两天，这是板板是吧？嗯，这个得，这是板板。你这个板里头放了点太平。 对，啊，这是一笔葡萄是吧？两笔葡萄，嗯，这样。啊，两笔。你这个字号这样啊。两笔的毫光。对，两笔的莲花是稍微有点小。把中间留出高光来。 那个高光到底在哪儿呢？在边儿，在边儿就是。不是，是说这个边儿嘛。要不中间。对，就这个这个上边儿，这个左上都行。它是一笔的好看，嗯，一笔好看，一笔。你看这个六时候主高光的时候，这个结花的时候才轻点是吧？这个笔直。 这个纸凑合呗，行，这纸好好纸，就是那两张，那一张哎，这纸就是这么粘，好纸，两块，粘，卖真高嘞，要卖零了它就贵了。哎，整块葡萄，哎，这个就不一样，这个中间不要留点白纹，有的话是留点白纹是吧？嗯，对，它留白纹里边是吧，都是这个葡萄花的。 没有立体感，它就是好像一个是吧？显示，其实这画有的画出立体感来都不用留是吧？就这样。哎，到那个葡萄老好一点啊，跟这个不要叫它过老是吧？这掌握的这个每个葡萄每个葡萄之间距离，你要掌握不住，这个葡萄也怕影响到那个葡萄了是吧？那不行啊，这是也不是得考这个距离啊，这个可能是。 有点不太注意，你看你画的圆也没事是吧？你到这张画一个葡萄也没事是吧？这张画也行，这张画也行。
再要加入那个颜色不够了是吧？那那另一个笔啊，拿个笔往这上面蘸。哎、也可以，那样更好。对，这个笔尖始终保持这个白是吧？不要只要画画没点颜色，其实里边还有白，在里边再浇，浇了这个颜色成了灰的了是吧？一定保持这个笔尖儿，这个笔头的颜色是纯的，笔尖儿颜色是发白的是吧？粉的。对，要不然有些细节地方那得注意是吧？首先得要拽的艺术方式方法。对，你看转成这样是吧？这个这也是平的是吧？平完这然后开始让他把这个形再补补这形是吧？一边画一边找这个形，得怎么画？哎，这个笔尖往起提是吧？然后再蘸，嗯，画一笔可能蘸一点是吧？把后这个笔头是吧？这个笔头按到底儿是吧？把重彩把那个重美地方表现出来。对，但是按到底儿是一样，注意拽一命远是吧？嗯，命上去。你看这个葡萄，你都不要影响到这个葡萄。你假如你拽的时候，这个葡萄可能是太近了是吧？可能哗哗哗，哎，本来老是摆的，影响到这个葡萄了是吧？把这个葡萄这个效果给破坏了。后边对后边的，你看这个葡萄，你看每个葡萄都有变化，是吧？你看这个葡萄，你看形成这么一个圈，是吧？左上边，左上，哎，这个都可以。左上角的，嗯，上次都在上面。嗯，这样是吧？正好到了或收笔，是吧？收起来。对，画这么几圈，这个颜色雷同的是吧？基本上，你看，你不要影响到这个葡萄是吧？有些这个细节的地方，嗯。你要将这个葡萄画个大片葡萄是吧？像这个葡萄你保持的时候一定要做一笔是吧？哎，假如你都感觉画个小圈的，画个圈都行了是吧？然后这个开始把叶子往左跳跳伸它，再画一个葡萄是吧？然后往深处跳。然后你看，再有这个眉圈，然后再跳，好的，这样的。嗯，对，这个把这个白给甩了的，你要白不甩也焦是吧？整个成个粉的了，发灰是吧？哎，然后开始在这基础上再加重它，加重，因为光该画重葡萄了是吧？该画的那颜色深的葡萄。假如说那颜色不够还可以，对吧？对，再进点红了吧？再提颜色，再来点红了吧？对，再是这个，哎，这都比上一次稍微都显重了，是吧？那在基础上面又调了颜色，这肥色你没加，是吧？哎，这都显重了，一点一点加重，不要猛一下重了，是吧？嗯，因为不符合，是吧？那个。你在这个家中它才自在的是吧？嗯，你看这个颜色比较重是吧？啊，再找哎，把那个重的地方先吸一下，然后对，没空那脚啊，咱还没这个白的就占的少点了是吧？对，这个白都可以了，行哎，然后还在下边上画，你看这个葡萄皮这个葡萄重要对的哈。是吧，种了吧，是吧？哎，种好对的，咱说要那种重美效果。注意不要影响到这个葡萄，是吧？这边也得加重。
种了是吧，然后再摘你这样画出来比较很有立体感。这个还可以再加种是吧，适当的时候可以加点抹。对，一定要接近这个是吧，颜色不要一下叫它偏蓝偏红啊偏黑啊是吧，它越往下越深。对，越往下越深。对，你不深的颜色你衬托不出来是吧，这个少少加点这。对，这个成黑的了啊。对，那个弧度有时候得注意。对，有时候可以。对，把这个边有些这个边冒边是吧？修一下。哦，相对可以加重。这时候鼻肚上边缺了这个，缺了颜色了啊。这个时候然后再修，比如说这个葡萄你没转圆是吧，紧接着转的话影响这葡萄，哪怕转了一半是吧，不要破坏这个葡萄，颜色不够在这个基础上面调整性颜色再修一下是吧，这很关键。对，这个画到一定程度在这个颜色中再把种出加是吧，再滴点红再加，一步一步的加，不要叫它一下成黑的是吧，逐渐逐渐这个由红逐渐逐渐变黑。红的是属红，对，稍微适当的时候调点黑是吧，像这个都不用摘的，不用摘白了，不用摘白了，直接就是这些的高光片流还得注意是吧，留个白底儿，对，不要一下叫它变成纯黑的是吧，逐渐加黑，这个水分越来越少是吧，就是这个颜色越来越重。你得转圆啊，这回是连找形，再把这个亮的地方再凸出来，小小白叶地方再修一下，找这个外形。感觉这个葡萄这个形状是吧，逐渐变完善是吧，感觉这个葡萄有点分量了，厚重了是吧，这个整个这个感觉整个是那个葡萄是圆的是吧，转过来都是圆的，不是一个标志体，有点分量了，不管这葡萄长与短是吧，
这个看过度的逐渐逐渐自然了，这都基本上都在成了。你要假如说不够还可以再加，是吧？还可以再加，加的时候就注意它这个变形。对，加。练修它这个变形。你看，一层一层的关系都出来了，是吧？质量、分量这种感觉。这个像这个小孔先留下它。这深色的纸在右边下是吧？左边不下。对，它这光线过来，一般两边都下是吧？这边适当的时候，这个局部暗的地方是吧，就要加一下，不要都这样加是吧？两边都加是吧？光线过来，有个重点是吧？下边亮，后边这个样子。对，大概这个葡萄这个形完整了是吧？再都这个黑不要再加太多，太加又多又宽是吧？没得变化了是吧？整个都成一片黑的了。你看，一步一步的下，到这么几层关系已经差不多了，形也差不多了，好重感也出来了，那整个也挺圆满是吧？就算高的每个段落，然后再加这个金杆是吧，然后把它连起来，然后再填里边这个是吧，最底里边再要试试这个水是吧，试试这个浇水这个，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再画下一片葡萄啊，一定把这个水把这个毛笔涮干净，然后再开始考虑第二层是吧？换一个水吧。不用换水，我都说的，我说这个你画起来以后把这个毛笔涮干净，只要这个水要是干净，不用换水。要加上水成黑的，赶紧换水，这个水还能用啊？别换了，不用换，因为这个水挺清是吧？咱们我也加什么墨，我也算这个小子那种墨是吧？你说能用啊？我调一下，再这回再重调一点是吧？调花青调的，调中间的，中间的。再调点，或者是偏紫的、偏红的都可以啊。咱这个是这个胶是吧？画一下来。再看这个胶能发挥这个作用吧，还能发挥它的效果。原来我画葡萄是已经用过，它呈现跟那个水呢不同的性质是吧？都是画出来比较热，比较更它有那种味道吧。有时候再看它效果都看出来了。什么蘸胶是吧？没有放水。这个胶子相当于这个盘里边啊。不放水你怎么画呀？这个都和咱上次的画水墨葡萄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就当白水。你看，是吧？对。一会儿看看效果。刚才说的那么多量，水特别热，我们看看它的效果。把那个葡萄长出水的效果，这个好看。啊，有爽，再爽，还不会吧？咱这都，那秦始皇几个行了？
长得双眼。啊？是啊。小生这个简化，更简化，他那来的。剑锋的剑锋，啊，有个剑子。他妹不会买，是真的，一件都买。他少了，他买的多，一样的。生跑一趟。一包一包，小塑料袋。哦，慢慢可以的。熟悉我们。他是一般人，是暂时不用。都是光都从一个方向过来，他这光是这边过来，所以叫方面。嗯，也来，这怎么弄的？知道吗？先是啊，嗯，啊，是掉水的。嗯，刚才掉水的，刚才没有。早就有了，你那边看不见。是吧？嗯。还没开始画这个那点线。哦，那就有了。嗯。可老师给我修改一下。修画的时候，我老奶奶以为错了，过来过来修。辛苦了，张队长。对，张队长。洗一段时间了，我就要去住。那从那边儿边儿，那个鼻它就变细，鼻子那个小丝，那个就慢点了。哦，就慢点了。嗯，那个，嗯，你别了，嗯。
气这种立体感。不用那黑的点是吧？不用，我跳的那个发条红，红黑的。对，你看有些它这个水分打开的发光的地方都是吧都没有了，因为也不用点是吧，效果好。好就行了。这个叫这个起了多大作用开始？是放水太少了，放水有热水泡了，不是放水太多了。头一天，头一天泡，泡了它一宿那热水。天水这一块估计也是非常小。水多了吧？是，我今年没水多。嗯，只不过它稍微干着开始小了。太仓促。哎，对，那浇还是绿的。这个是水找不住水了是吧，你放水的皮的不断还是觉得头胀的，感觉是。这胶明年下次来过天天拿过来看。下次就改了又。那没事，加热水。加热，这就是加了热水了。我知道这再说下次再用。你一上课你一来了就先加上水泡。头一天晚上来个人加上水。对，你看这是这个水是吧，这个是胶，你看胶跟水你看变化真大是吧，这个真正的有点胶的方面是吧，它这个边特别润是吧，尤其这个边感觉特别好。
对，它那个叫麦起胶作用，那啥麦起胶作用，可能还是泡完了，泡干了，对了，你看那个胶有些才没化开，还是粒儿，是吧？你看那麦起胶作用，对，可以，开水，对，跟这一样。是那个胶应该用什么水泡？开水，泡开了。今天是比较多的，多点，画几个，对，画几个稍微绿点的，我这是红中带绿，绿中带红的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加绿点，对，这个画这个，白绿这种葡萄，就是说这个咱还买回去成熟，一定是这个绿葡萄往红色点开的，是吧？这个是，对，稍微这个葡萄叫红的，不要紫着，紫着该绿点可以感觉紫色其实受染不好绿点，是吧？正好这个绿点红变紫，是吧？对，这红跟绿点它比较协调，跟咱色上绿跟它绿搭配。感觉不协调，要不然漂亮的时候红一点。其实它这个红其实还是在这，是吧？它不是那种那种红的，主红那个本身都画着绿的。但是这要挑绿是吧？这个绿最好符合咱那个葡萄绿是吧？要挑才中好，才中好。就是你要这个代替白一样是吧？对，代替白是一样的。对，你赚两块钱还不错。可以，是吧？没几个。对，它这个有绿变红那种葡萄，是吧？这个绿都代替这个白，是吧？跟那水一样。因为表现这个东西必须得表现出来，是吧？那这个底下还是新，是吧？无非就是说，你这挑绿挑的少，是吧？这个红的成分大，是吧？你挑绿挑的多，那个红少，这个都可以看你怎么挑，是吧？这个可以绿可以挑多点，是吧？这个，这个你红少一点，是吧？对，半红白绿是吧？在这看吗？看清楚没？这可以的，跳出去这个红，稍微这会一加重。再接着画吧。对，我这边就画，就画，就画。我主要是为了，要逐渐逐渐加深。这个是，不要叫一下叫它变深。啊，逐渐逐渐加深。然后找了个外形啊，然后还可以加深啊，加深就是来的成分稍微要多一点。对，往山上跳。Thank you.
这个田里边这个葡萄，这个颜色一定叫它，一是叫重点，然后这个水分叫它少一点，是吧？你水分大了不行。葡萄，对，这个是后边的，这是葡萄啊，对，露着这个汁儿。背后边的花，里边的，里边的后头的，里头呢。葡萄呢，还画那些了，那个葡萄那个可能没画上那个皮的那个地方，有点小葡萄，喜欢涂一涂的。后头露着半，前面后边的，后边。对，你猜一猜叫加种是吧？你站的是你是四个圈儿，后面还能点齐吗？后边盖了点那个水分大，是不是？对，像这个卷儿都最好是颜色调一下。对，变黑这个，它这个本身是颜色浅，那个就是晒到对，这样。这个树能加。
花青调和什么紫的，用直接用那个胭脂，你说效果差不多？胭脂啊，胭脂也挺干。海放啊？对，发香两个。对。然后出红了，出红了上面一些颜色，你要说发点红葡萄啊，是吧？粉乎乎的都可以。这个颜色的颜色本身都暗，暗再调花青嘛，都偏那种蓝，就是那种更暗那种颜色，是吧？对，有的也是颜色花也有，是吧？嗯，有。班长上节课我们来。